这照片怎么交在后楼？教练要转交吗？不用是吧？好，升高点，看机位呢。另外演员呢？另外演员呢？啊！开机，好进吧。对，我不想打进，打进就滚。我哥就折在这烂屁股了。去哪儿了？怎么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呢？现在咱们先拍哪个？先拍走走走，走到这儿之后，第二天我们拍去。前面一边贴树，叫做阴谋屋。好。来着，再来一个。我还没找人呢，我怎么回去？我找人情绪是比较低，我怎么回去？对，是冲他。我哥还没找人呢，我怎么走？可以，可以，来开机，开机，开始。哎，好，现在这个好，好久没哭了。想那窗外的人，东窗那人出去看。其实那劲儿有了。那酒瓶儿可以给我吗？哎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得。来。机器好了啊。来。好吧。那可以开机。来来，我好像是看着这儿的。这次来，现在不是我来找我哥。他们连我哥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明儿见啊！啊，一心主播晕了，有点晕，为了拍戏嘛。不是，主要不我没大，你真以为我大？都以为你喝多了吧？因为演的就是喝多了。我这孩子心里得有多苦，喝多了哭。